我把这个红石榴倒进去9秒变冰，信不信？不行。不信的话，因为这些都是我吃的，不要吃了。不行。看哦。来，一二三。哇，神奇不？看到没有？你不是不信吗？哇，太过瘾了！来，再加点冰啊。哦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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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宝宝们，今天晚上婷姐呢终于解封了啊，8点等你们，么么哒啊！今天晚上老劲爆了啊！好，给你吃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8点等你们福利。今天我用可乐看能不能那个点头发成平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想也不敢想。很多人说埋汰，我就想问你，如果你家里做饭的时候，然后你爸爸妈妈那个头发掉一两根下去，难道你把整锅饭全部都倒了呀？小时候土都吃下去，别说这个，沉默。冒青烟。还是用这个敲吧，哎妈，哎妈呀，不成功呢，哎呦我去了，我给你以毒攻毒，看你变没变，成兵了，成兵了，成兵了，啊哈哈，成兵了，我这个必须成功，我不要看他。我不用看，他都能成功。哎呦，就是这么有自信啊！必须要有自信啊！来，宝宝们看好了啊！来，你说能成功吗？能是吧？借你吉言啊！一二三，你的头发，成功了！你的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的头发，别别。看到没有，就这么厉害啊，就这么厉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漂亮啊，来继续来，哎不行了，你给我吐出来啊，那个感冒不能吃，今天我一定要点水成冰啊，不成功不要删机，从此以后不拍了啊、哦！来，一二三，给点面子。嘿，嘿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嘿，看看看，哈哈哈。666，还能吃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什么味道？你们来说吧，你们来品尝吧。8点开播，送1500单福利啊！等你们来，么么哒。今晚我用这个滴水成冰，你信不信？能成功？不信呢？来，不信是不是？如果我成功了，这些都是我吃的啊、哦！今天晚上别吃了啊、哦！你说的啊，你不是不信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哇！成功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你真的是，我不能跟你玩了，真的是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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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然后去拿勺子去，快看，一朵蘑菇。你知道是吧？8点等你们啊！今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，500单的大福利，1689.9米的大套盒，说过后悔啊！把这个红石榴放进去，看能不能变成冰。什么时候变成冰块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妈，这太尴尬。
真是的，一点都不给面子。这边更好看。很多人说这两个杯子是我开美颜变成这样子，那你们说是开美颜还是自己，还是本来就这样子？我看哪个回答正确。嗯，好吃。